好，跟住呢度啦 ，Blood Lad 呢个中文叫咩啊？血意少年啦，唔去啲翻译，不过算啦 ，Blood Lad 啦，好嘅，中意啲名。咁啊，佢个古仔咧就系讲呢个魔界系有分地盘嘅，即系呢个油麻地揸飞人系重出江湖嘅，唔知点解系啊？系啦，咁呢个东魔界嘅主人咧，呢、這个阿 Star。系啦，咁系一个吸血鬼啦。但问题异常热爱日本文化，尤其动漫文化。其实佢就系一个宅嚟。系，咁唔知有一日啦，真系个日本学生妹 J.K. 走一个嚟佢魔界嗰边，咁俾佢发现到，咁咧就俾佢班靓发现到啫。你掹，即系俾咗佢啦，即系俾佢啦。谂住想慢慢同佢亲近嘅时候，条女死咗啦。佢唔系慢慢同佢亲近，佢想同佢交流啫，佢想即系倾下偈、吹下水啫。但条女死咗啦。你亲近系两样嘢完全唔同噶嘛，可以系。佢想咬佢啊！条女死咗啦。佢冇话佢想咬噶。有噶，有想冲动想咬佢一话系。啊，佢想同佢倾偈，佢有冲动想咬佢，但系佢冇话亲近吓、啊，你冇屈佢。咬咪即系亲近咯，总之系条女死咗啦，唔知点解突然间死咗。你好烦啊！点样啊？唔系呢条都死咗，变咗幽灵啦！魔界变咗魔界人啊，变咗就喺魔界，人类喺魔界死咗就会变咗一样嘢叫幽灵。咁所以条女死咗之后咧，就变咗做幽灵啦。咁佢就觉得啊，好似有少少内疚噶，唔好意思。于是咧就应承佢，我会揾方法去将你恢复变翻人类嘅。于是咧就展开咗呢个故事嘅大廊啦。咁啊，佢跟住咧就会遇到佢。本身自己自內區域嘅一啲角色啦，即係譬如嗰個三隻眼嘅女仔同埋嗰隻咁嘅狸貓定係唔知乜嘢啦，咁去揾啊可以去人類世界喎、哦、咁樣，咁啊去人類世界啦，咁跟住啊可以去一陣，咁啊發覺原來咧幽靈喺人類世界係唔可以踎太耐嘅，唔係低等幽靈好快死，高等好似啊主角嗰啲就吸血鬼就冇事嘅，咁所以咧佢似就俾啲血翻佢飲，所以我覺得呢個位幾得意嘅。系啦，即系吸血鬼俾翻啲血个幽灵饮呢个，系啊，多 high school 啲执手指啫嘛，冇嘢。咁样 high school 啲成啲冇咁多嗰啲，即系设定咧。唔系两样嘢完全唔同风格嚟嘅，咁又。呢套系佢设定，你大概记住就系啲奇怪嘢啦，你唔使咁深刻设定。咁佢去到第一集尾段啦，咁其实就弹咗另外一个人出嚟噶啦，应该就嗰个咁啊用空间魔法好叻嘅嗰个孭住个背包嘅书包娘弹出嚟噶啦。咩海德拉？我记得系啦。咁啊，其實佢係想，因為佢哋點解去人界，或者點解嗰個女仔又可以由人界過嚟呢，就因為話有一個最高級嘅空間魔法，就可以穿越呢個人界同埋魔界。但個問題咧就係嗰個魔法其實就唔係佢放出嚟嘅，就有人偷咗，係呢個 back curtain 係啦，呢個黑色窗簾。咁於是其實佢就想揾個犯人，係啦。咁於是咧就去老點啊男主角咧去做一啲嘢啊嘛，即係譬如去搶嗰條。黄金底裤咁嘅嘢啦，抢一啲嘢啦，要抢黄金底裤啦，总之就系做变态假面。系啦，咁跟住咧又会去喺呢个另外一边呢个西魔界一边去搵呢个狼人玩啊，咁嗰啲咧，咁个故事基本上以复生呢条女为一个主轴啦，去展开嘅。咁入边会牵涉到其实唔同魔界啲地盘嘅人啦、人物嘅关啊。整體而言都是一套笑翻嚟嘅，咁個人度亦都係唔錯啊！呢、這個人就幾好笑嘅，我覺得幾好睇。得意地方就係、是、話就話魔界，但係啲人咧，佢唔同人咧唔同角色，好明顯又係打交道，你見到嘅。即係狼人佢就話佢自知係戰鬥力啦，咁佢鬼唔係嘅，佢係玩一啲點樣解小鬼計又或者小伎倆嘅、就是，就係即係你嗰啲打交風格佢都有啲唔同嘅，就係、是、搞笑位其實。點解呢？我覺得搞笑唔算特別咯，但問題佢識得玩佢啲魔族嗰啲特點特徵就算係新穎嘅，我覺得係。但係佢有啲招式噶嘛，好得意噶嘛，即係譬如佢有招叫 Sip 啦，叫心臟壓縮，即係碾爆你落心啊！真係算啦，喺啲我睇住呢啲係唔得嘅，呢啲係好得意，我覺得呢啲佢其實佢有少好似樹人中意嗰啲美系嗰啲嘢，因為佢有時出咧係有招式名嘅咁樣，係啊，咁所以又係一個幾有趣嘅一個表現手法嚟嘅呢個。咁其實講其實咧有特別想提嘅就佢主角啦 ，CV 嘅就依只啦，第一集係冇問題嘅，但係我覺得佢啲發聲好可愛，好得意㗎，係雞仔聲。但第二集小動物啊，第二集又係雞仔聲，第三集都係雞仔聲，不過佢生氣、煩惱、憂愁、失望、期待都係第一把聲雞仔聲，成日發覺以為你即係把聲冇變化，我覺得有少少驚啊，有少少係。咁啊，其實佢個定位都係你，我又冇可以完全話佢個。這個設定又不算真的很差，即是每種聲音、
咁當然啦，你話作為一個聲優表現上，這個可能有少少落差，但係我明，我覺得仲係合理範圍之內。我明係小動物要受人保護，但係唔好把生物同你一樣啦。你係咪尋有欺啊？你唔係機械人嚟㗎，你人類嚟㗎。見到咁嘅情況，自己死咗，俾魔界俾少反應好唔好咧？把生物一樣嘅好似，我唔知咩事，可能佢本身死嗰下個反應係真係比較冇反應嘅。係，但係之後嗰啲位就佢又未要去到話真係有好大反應喎，我覺得。同埋呢一個點解我咁推薦套嘢呢？編劇古路田健之，乜水嚟㗎？我第一次發現佢呢，就係佢就之前係出特攝片嘅，又係咁。其實佢通常參與集數呢，水準係特別高啲嘅，就係、是、咁。當時好似留言，因為佢係個名比較得意啲，古路田健之係日本比較少啦，呢個奇怪名，即係當時好似留言嘅人啦，就即係估到今次係佢負責主筆呢個動畫啦，就係、是、所以我嘅幾期待睇套嘢嘅係。嗯，咁嗰啲咩鬼月嗰啲个名都好奇怪啊！得啦，古路田健之咁样叫气势啊！鬼月，鬼月平嘅话声唔得噶，冇嗰种效果，唔好意思。有米唔得，要五个字噶，五个字，古路田健之有米而变界，得我哋点啊？咁样讲，冇好下套。